So I'll go, but I know I'll think of you in every step of the way.因为我后来才突然想到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场非常的冷，可以看出他其实因为冷也有点站不稳，有点抖，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，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跳上来就唱，真的漂亮，太厉害 了，很棒。他唱完以后我就旁边贾玲转过来说英文真好真的很好，谢谢欣儿，谢谢非常精彩表演，谢谢，哇哦、wow。